嘉义县的地方文化5G 是什么计划？透过 AI 智慧导览，就可以更亲近的跟民众互动。嘉义县15家观光工厂搭上5G 智慧观光热潮，导入 AI 智慧导览机器人 ，AI 行动多过于导览等应用，一展嘉义县的文化特色。暑假到了，带小朋友来，一定可以在这个观光工厂里面，那得到很多知识性的这个理解。透过观光工厂的地方文化5G 去导入，同时去体验5G 还有数位科技的部分，体验观光工厂的乐趣，食衣住行娱乐。在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5G 文化科技落地计划支持下，嘉义县整合观光工厂共同打造 5G AI 智慧导览行销平台，行销嘉义，更联合推出大礼包，希望一拼暑假观光商机。要收集满8家的观光工厂，那就可以有机会拿到这样的大礼包。来到我们佐登尼斯城堡这一个沉浸式的展演，能够充分的了解到嘉义有哪些好吃好玩的观光工厂。AI 加速产业创新，也带给旅游市场无限想象。嘉义县瞄准海外及年轻世代观光客，布局智慧行销。三立新闻嘉义综合报道。